我这儿只能治人，治不了心魔。 哈哈哈哈哈！魔，厉神兰，没想到你跟我一样，也是魔气缠身啊。是与不是，与你何干？谷寒光，你以后不用再帮我医治了。魔青。 瞒什么？还能瞒多久？只允许你隐瞒病情，不允许我诊出病情。中了魔气，脾气还越来越坏。你也走吧，我累了。天不怕，地不怕，连我也不怕。南山主，你有点意思。走。 紫嫣扎宠，招摇莫青宠，您的宝贝让爱他美来宠。紫嫣邀您一起招摇。既然姑娘明察秋毫，那池某也实不相瞒。如今和锦绣合作是假，暗助金仙重回巅峰才是真。金仙，陆明仙还活着。切莫声张。 金仙正在休养，待他伤愈归来，必定把万路门杀个片甲不留。紫玉姐，谈的怎么样？虽然池天明也未必可信，但只要利益相同，我们暂时可以安心待在这儿。那我就放心了，反正不管怎么样。 你去哪儿，我都跟着。对我而言，这天下就只有两个地方：万路门和别处。现在万路门回不去了，从今以后，我去到哪里，停在何处，都再无分别。 女魔头，喝口茶解解腻吧。说吧，有什么事想求我？女魔头，这几日我想了想，你可不可以去和那个江武商量商量，让他救救我大伯父？秦芊芊与我有恩，这事儿我答应了。女魔头，你真好。你先别急着开心。 今天怎么来找我了？觉得那闷葫芦不好玩了？我找你是为了正事儿。说。我想问你，可有办法让秦千贤醒过来？让他醒过来啊？除非我死了。你现在已经拿了秦千贤的功法，就算他醒过来，也和普通人无异。你为何不肯放过他？ 好歹你也是因他而生。你错了，我是因你而生的。我说了，只有我死了，他才能真正醒过来。怎么了？现在想杀我了？
你对我有恩，我不会杀你。你不杀我，不代表别人不会啊。莫青也不会杀你，他不杀对我有恩的人。但我会杀了他。怎么样了？看来天意当真如此。一定会有别的办法，你别愁了。我先去找一下顾寒光。你身体又不舒服了吗？问一下小丑八怪的事。叶王朝，小丑八怪魔器的事儿，你当真束手无策？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你躲什么？神色闪烁，你肯定有事瞒着我。你对我喜欢的人不好，我就对你喜欢的人不好。你不告诉我，我就去揍沈千锦一顿，反正他现在没功夫。你敢？还没有我陆昭瑶不敢的事。你要是敢动千锦，我就毒死李晨兰。何事闹得与门主这般不愉快？他混账！你们的办法到底行不行啊？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千钟粟。总之啊，书里头什么都有。你想破坏陆昭瑶和厉晨岚的感情，书里头也一定有办法。那行，你们找吧。你怎么来了？阿姐今天没有跟你一起来吗？今日我是自己而来。客官，你有什么需求？你们这儿可有去除魔气的药丸？这个我们还没有研究出来。不过客官别急，您说出您的需求，我们马上研发。研发出来您再过来，这不就有了吗？好吧。等一下，魔气的事儿我们没有听说过，不过我们这儿有一个人见多识广，他或许知道。老板，这位公子找你。在下厉晨岚，曾受过老人家指路之恩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瞧我这记性，我看你眼熟，来坐，坐。倒酒。公子，这把剑可是好剑呢。此剑名为万钧，
老人家可见过？婉君，哎，记不得了。来，喝酒。哎，老夫这酒可是千金难买，你莫不是嫌弃？并非如此，只是听说吃多了七尺地的东西，便在南出七尺地。外面还有人等我。这话这么熟，谁说过？招摇。哦，对，招摇也这么说。一杯酒而已，困不住的。姐夫，老板酿的一川酒，泡的忘川茶，可是七尺地一绝，你可别辜负他的美意啊。一川之酒，忘川之茶，听名字好像可以让人想起前尘，忘却平生。何来前尘，何来平生？在七指地这个地方住久了，前尘往事尽随风而去，一切都会忘记，再记得也是虚妄。等我回来。这酒倒是神奇。酒妖有缘人，喜欢就多喝点儿。小二，再添壶酒。哎，来了。找我有何事啊？啊，老人家可曾听说过魔气？你问这做什么？实不相瞒，在下乃为魔气所扰。若是早几年来问我，兴许我还能跟你说点儿。如今我只记得，江湖上曾经有两个人拔出过心魔，一个叫秦千贤，另一个，这另一个，哎，我记不得了。好像周围人都称他叫魔王。爹没其他办法，只能把你囚禁在这儿。别怕，好好待着，等着我。等我回来。爹。等我回来。爹。魔王。是谁又给你气受了？还能有谁？江湖郎中呗，仗着手中三根银针，看不惯天下所有人。切！莫清中魔气的事儿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与我提过。果然。这个小丑八怪什么都瞒住。陈兰只是想托我找出可以解脱魔气的方法而已。找到了吗？目前只是知道这虚宗门曾经赠借给秦阁主一味药材，助他拔出心魔。什么药材？我去借，借不来就买。未说名字，不过这虚宗门前门主所赠定是珍贵，我想寒光应该略知一二。只是，我就知道这小子有事瞒着我。西山主，哎，好，我去。
又来当说客。虽然是被招摇叫来的，但是我确实有事。你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你来要什么。我嘴皮子也说不过你，我就明摆地告诉你，厉晨岚的魔气我不治。可是因为虚宗门那味药难求。你怎么知道这味药？秦阁主尚未昏迷时曾与我提过。师兄，将来我要做天下第一的医者，让所有人都逃出阎王的掌心。师弟大志啊，不过我的愿望就没有那么高。我的愿望就是可以练出真正的幻骨，让爹和自己都活过三十岁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师兄一起练出幻骨的。这幻骨长成需要三十年，一株只有两地。先代师父养成了这味药，一株自己服用却并无效果，另外一株赠予了秦千贤。秦阁主曾经说过，当初他拔出心魔全靠着虚宗门前门主赠药。今年斗药江河赠予我一株幻骨，我已用于治疗厉晨岚，不然你以为他是如何能够痊愈的？如今厉晨岚这是魔气更甚，而我师兄已年仅三十，性命攸关。你若此时让我去，不是求药而是催命，你让我如何答应？原来如此，只是陈兰的魔气现在压制起来似乎十分危险，若不及时救治的话，我担心她熬不住。只要她谨遵医嘱，我保证她平安等到下一株幻骨长成。下一株幻骨？你是说你可以培育出新的幻骨？五年，只需要五年我便能培育出下一株幻骨，不然你以为我日日忙于药房之间在干什么？你回去告诉陆昭瑶，只要他乖乖地听我的话，魔气之事我自会帮他解决。好，此事就全都仰赖你了。在下再敬金仙一杯。没想到有生之年能为金仙效力，实在是我虚宗门的荣幸。江门主，此言差矣。明轩能在落难之时受虚宗门搭救，明轩肝脑涂地，结草衔环，不足为报。不用报了，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。江门主，何须如此悲观呢？那三十大限未到，一切都还有回还的余地。在下早已看淡生死，也不知祖上哪里获得的这天成力量。好在在下没有子嗣，就让这被诅咒的命运在江某人这儿终结吧。这天成力量在下是无福消受，无福消受啊。阿武，我还没死就想把我埋了呀。哎，阿武，来喝酒来。
找那么久找到了吗？那还喝酒吃肉啊？不是阿武，这书上说的也不明白，那个知乎者也看着也别扭，不是？切，真没用，最后还得靠我。你想到办法了？我想明白了一件事，陆昭瑶现在不爱我，那是因为他已经爱上了李晨兰。如果我想让他爱上我，就必须得先毁掉他对李晨兰的爱，明白了吗？哎，听着是这个道理啊。你想怎么办？来来来，这件事这么办。我记得当初我当门主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多事务要处理啊，怎么到了你这儿事情就这么多啊？门主，还有啊，莫青，你休息休息，剩下的这些交给我处理了。门主，你放心，把这些事儿交给门主做。先把这个命令传达下去，其他的再说。是。你把这些文书处理了。文书？这些都是万路门的日常事务，你学着打理一下。我为什么要学着打理啊？为了给莫青减轻负担，所以这些负担就给我了。万路门不留无用之人，你的功法高不成低不就的，放出去也不能打架。再不学着打理事务啊，你想当无用之人被赶出去啊？好吧。这个秋收粮食上交两成，总数是1200担。万路门各山头粮草总需量好像更多哎，那这个怎么办呀？哎呀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这个草场上的牛上交上来的是150头，可现在距离年尾和开春还有5个月。这期间刨除日常消耗80头，剩下的是70头，再分给各个山头用的话是35头，然后还要留下来年开春春耕用的话又是60头，这还是不够啊。73、35、18，哎，你自己也看着办。李魔头，哎呀，我找你来是干什么的？我是让你处理，不是让你每个问题都问我。可这是厉晨兰处理过的呀，真不知道你这个门主是怎么当上的。凭我的一身功法，想不想领教一下？都快点，别磨蹭，把该收的都收拾好，别落下东西啊。外面吵什么呢？门主，门主，门主。新山那帮人正在收拾行李，好像要离开了。什么？什么？哎呀，他们总算要离开了！哎呀，小侄女，我好开心啊！快点，快点，把东西放下。哎，小恩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来，搭把手。好。阿武他玩够了，我们要跟他回封魔山了。怎么说走就走了？什么时候启程？今天晚上。哦，对了，阿武想跟陆门主在山门前告个别。他怎么不自己来跟我说？他此时正伤情呢，觉得自己用好不容易得来的功力救了陆门主，结果却便宜了厉晨兰，太亏了。行了，算我陆昭瑶对不住小红毛，也难得他想得通。既然决定要走了，那我自然是要送的，不仅我送，
整个万路门都可以一起送别他。哎，整个万路门还是算了吧，毕竟大多都是萍水相逢，没什么情谊。倒是陆门主可以单独来送行。阿武说了，这整个万路门啊，就看陆门主你顺眼。如今都要走了，就别给他添堵了。嗯，妥。老大，你先下去。门主，这小子不怀好意，不得不防。我就是不怀好意了，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啊？你无妨，下去吧。是，门主。有什么话赶紧说。也没什么，但是有些事情呢，我得跟你挑明了。我跟你有什么事是没挑明的吗？陆昭瑶啊，李晨兰，你现在不仅功法全无，而且魔气还不受控制，你不会真以为陆昭他不嫌弃你吧？他早就跟我抱怨过了，说你这人啊特没劲，平时也不爱多说话，每天呢只知道批些公文什么的啊，而且有时候还总觉得自己酷酷的。是，他是说过他爱你，但那是为了报恩。你不救过他几次吗？所以那并不是真的喜欢。说完了吗？没有，还有，还想听吗？出去。别生气，小心变心魔啊。今日你都在看这些？是女魔头，招摇让我看的，说分丹门内事务不做无用之人。招摇呢？他和江武去山门前。送别，行了，我就送你到这儿了。今后山高水长，后会无期，没事就别来万路门打扰我们了。别呀，我要是想你了，我还回来找你玩呢。算了吧，你就会给莫青添堵，还是各自过好自己的日子吧。你回新山后多找几个姑娘，很快就能把我忘了。嗯，忘得了忘不了可不是你说了算的。哎，真的不考虑一下做我的女人，比待在这儿有意思多了。不考虑考虑？不考虑。考虑一下吧。哎，赵瑶，哎，你记住我会想你的啊，后会有期。小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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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小恩，母亲，母亲，你清醒一点，母亲。李晨来。